快，我们快上车。加油站没人。土路人去了，土路去不了，土路去不了，就来我这方去先。来我这方去先，别去土路，上面土路有人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再看，哎，你俩，你俩把加油站踩了，你俩把加油站和加油站上面坡踩了。OK， 你们自己开一辆车上去。我就想上面坡。去吧。等下露露枪，我也露。上面有人在放屁，小姐，在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一处地点。我要踩加油站了。我把他吓死了。或者在海边，在海边呢，我这边没人。为什么会有这种 bug 呀？在海边呢。你看着踩呗，无所谓，想踩哪踩哪。嗯。土路人不多的小姐，已经走了，已经上去了。他就在三神庙那边。嗯，但我看到来的方向不是三神庙，汇合的估计山东汇合的，山东跟三神庙汇合。就是我刚才这个曾经他们拉开。嗯。你们防区有二级头的话，可以标个点。哎，好像有。哦，汇合在哪？前方有危险。你可以去这个海边。别会很难，你现在就过来拿吧。我看有没有，我先看有没有，有你再过来。我感觉是有的。他说头，二级头是吧？二级头。有，你过来拿吧，你现在过来拿吧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反正你海边他可以帮你看，下个圈你没时间拿了。OK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两个。土路控着，一会可以直接来我们土路。那不，哎，你可以顶，我可以，我架着，然后你们三个顶，你俩也准备上车，直接来土路，土路没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没，圈好，看圈好，你们上车，先上车。我觉得你俩还可以站，我觉得你俩还可以站加油的，不能站，比赛就不站。没啥人。你们找好车，搜把啥的。前方有危险。留加油站就行了。加油站或者海边都行，海边可以扫车。没事，我留加油站吧。都行，你自己看。所以。前方有危险。车停乱了。站在三房进来的话，跟我说一下。能看到吗，现在？看了。嗯。这三房。房点吗？我能看，是能看，我就看不到。小点声喂。你可以把车挪。前方有危险。挪外面会被三房卸吗？卸不到吧。卸不到，我这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带人的。要帮吗？标个点，给个点。还要出去帮他们，你得看山顶。你告诉我他在哪？三庙的。这个坡，房点坡，还在。刚刚是往三庙开来的。前方有危险。坡人还在不在？我看到他了。封烟了，我可以杀他这个人。我再往海边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海边的我在打他。时间是不是太 bug 了？
先指海边的，别让他走。前方有危险！啊！黑了两枪没黑到，死了是吧？保安队的。小天可以拉出去搜人头了，哎。人家可以拉出来打了，救不了，有车顶的，他顶他了，能看不到你那，三个正好三个没事，三房拉下来的，没看到在哪？我在里面打，我在老干爹跟天霸在打，前方有危险。哎，你们那有帮吗？你们自己看吧，我看到我这边。看不到，那就撤一下吧。我这是老干爹跟天霸。不是。先回防区了，咱们得。嗯。你那防区其实不好，你看他加油站是正群中，小姐。你看他去他海边都行，或者你去他加油站。能走不？啊，可以走，那太边了。帮他架，帮他架，你帮他架，我太远了。左边房子，左边房子，妈车干没了。左边还老关机，清酒。能接吗？来接一下。来，我接你，你起个烟，你起两颗。这烟太迷惑人了，这烟。没事，我顶着这个海边，你们就站那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架一手，在我脸上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前方有危险，防区有人是吧？防区有人，我们来电防区，黄电，刚刚是有人的，加被偷了，我们加被偷了，四个，三个至少，嗯，我在看防区。前方有危险，海边还在打，海边的防区还在打。两辆车好难修啊！嗯，哎，打起来了，走了走了，去搞头上老干爹的，老干爹的行酒搞起来了，拉海边去了。前方有我操，我去整海边那个，我去整他。这个房间在打架的，蓝天在打架的，没事，你们在那等着，我拉过来。前方有危险。人撞我了，我开不了近，为啥？我标记了一辆载具，你们能直接撞他不？先指一下他。前方有危险。跑了，我这边海边都跑了。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，他车都被我卸了，蓝眼车都被我卸了。海边禽流走了是吧？还剩十个人，十个人那边死了一个，还剩三个。我那边还在。你左边海边好像那边有点。前方有危险。真麻烦了。真可以。我还帮你们打，知道了。你能帮忙吗？开着摇，开着摇，人不多，开着摇。我在拉，我在拉，别急。很残，围墙还有一个，进哪个圆哪个。这个很残。前方有危险。在这儿。前方有危险。哦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发现了，发现了。在脸上吗？他很惨，没打死你那个。你刚刚可以尝试拉出来打。我拉海边去了，剩那个防区那一队。不知道。喂喂喂，是喂喂，有点冤，有点冤，我三张宝没了吗？三张宝没了吗？兄弟们几个？到后面。前方有危险。我搞的。你们自己开始，你们自己开始拉。我拉到左边来。要点那石头，兄弟。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嗯。这是两个吧？两个，就两个。OK。下一个，这儿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这儿多吧，还要这儿多吧，还要拉，我们白了吧，白了吧。他不是，手动刀被我打残了，可能躲你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两个在山上。对，两个在山上。我靠他了。再把那个车架死。打两枪，打两枪倒。倒，今天倒，今天倒，剩远点那个。在哪？标一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完了，操！操，哪差五个？哪抽的五个？我说了出来十五人头啊！我